啊，我要男朋友吗？作为男朋友的话，我有5块钱。我觉得首先要，专一吧。专一是1块钱是吗？怎么这么不值钱？我觉得首先是要专一。我觉得如果作为男朋友的话，一定要专一。然后我觉得要对我温柔吧。还有2块钱都不够选，真的是。然后，哦，那就选财。